我是卢鑫，我来救你们的小命。来个红弹，打团吗？来反蹲。这边一级团控很多，但是伤害不高，我们这边伤害比较高。新的一天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下面插个影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看看是谁来了！来了，一拽一下，疯了！打个残盾，电浆打一下，还有被动盾。 扎克挺聪明的，有被动来卖。全军出击，下地狱吧！直接一个 Q 给他穿死。稍等我一会儿，搭档，我有话。魔鬼总能得偿所愿。直接二级抓上。 这猪妹交闪了没有？应该交了吧。<咳>风中带着寒意，交闪了，他这不就死了？时间到。 跟他换一下血油过来。西部年代的老一套已经烂透了。跟他打。我记得他学了 Q， 他 Q 不交了，杀不了。 受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，他们总是不肯安息。他没有被动的，直接抓个线程。陆星也是抓了就行，给他刷。 给个点了，给个点了。我还记得魔鬼的双眼，无论是否需要，我通知你的直系亲属，让魔鬼找你。马枪。 在这里，你的准头是唯一重要的东西。死亡的意思。 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下路打架，我们可以去了。好像打过了。抓中吗？但我仍要试试。 他们说我是恶魔，说的没错。
三级扎克。清算时刻即将来临，这闪着不用给了，这距离够的。我们是远程，还有鞋子在。我依然听到了邪恶之地的歌声。左右为难的选择，就让他们都下地狱。我拿升六了，卡特应该也快到了，点了好了。而且先放到一把，我们就刷足也升六了。在躁动。太明显了吧，黑暗在我身上。这卡特他是懂上分的，他这把辅助卡特把对面勾引过来，让我杀对面可以。人的恶生长于自己的影子中，罪有应得。看到一个残血的火男肯定会来的呀，那个血量没人能拒绝了一个人头的诱惑。不过我尽量吧。西部的生活，火男要走了。之徒一样残酷。打住！挡得住吧！你给我找一个好活！不介意修理一下惹事的人。大哥还在塔上，我那也没过来，我那没过来，直接开先锋缠到他们好。
开先锋砍塔杀他。我没教你们卢仙打野，我都说不适合新手了。这东西打野抓人要有思路的。非要玩的话，可以玩代替品，玩塞拉斯。你要规划好思路，你一定要去知道哪路可以抓，知道吗？要有点打野的理解，你才能玩这东西。分析阵容，规划思路。你就可以玩了。边境的样子就是人心的样子。手速还挺快的，这波助攻没有了，时间过了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。于是地狱接踵而至。黑暗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。这我等一个 R 来，直接一个 R 狂风给他扫死。当遇到左右为难的选择，你就让他们都下地狱。哎，别过来了，要死了。别来无恙，伙计。三十滴血。我的阴影正在躁动，回家开个大出来大就好了。魔鬼总能得偿所愿。他这波再塔下他就死了，我一狂风推一下。道上的人不讲王法，我猜他在前面的头。那我看看这眼干坐他死了，再见。他怎么又插了一个人？他在哪？进野区了。他应该是开隐身贴墙走了。他说我是恶魔，说的没错。把他 W 扭了就行了，这火男 W 伤害最高。我还记得魔鬼
的双眼。他是几技能隐身来的？二技能。这天山隐身不是跟那个英雄那个举的英雄一样吗？好肉的猪妹快溜得回家买青鱼了。我不介意修理一下惹事的人。西部年代的老一套已经烂透了，太肉了这猪妹。我不是好人，但也没差太多，还差个阿克萨没上。就是人心的样子。于是，你收口。所知的魔鬼，别废话了，别让他回来。去不了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。这他一丝血给他点了。受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他们总是不肯安息。等一下先上他们 AD 就好了。新的一天又一场大清理。买个影魔刀就无敌了。
善心不易，不过我尽量吧。达克上还是没杀过，还差一层寻宝。青酸时刻即将来临，他跳里面来了。必须得来个引爆刀，终于死一回了，我身上感觉还有两个一千，别死了。水银没用，你这水银挤了，你伤还是吃到了，你活不下来。打中了，喧哗与骚动。你挤了空档，但你没血，有什么用呢？而且我们已经有个这个水银鞋了，够用了。可以来大龙了，他们去抓这个巨魔去了。人的恶生长于自己的意志之中。欢迎来到地狱。西部的生活和不法之徒一样惨。我被减速，我滑不动啊！死亡的意思。那火狼技能丢的有点准，我没血了，走了。不可能永远。感谢上山的马克送的兔飞猛进啊！感谢马老板接送的兔飞猛进。不要停步，不要挨枪。烧起来，死在我手里是罪有应得。最后一件，要是还有钱的话，可以换引魔刀，不是这个饮血剑，把鞋子给他改了就好了。没
人能原谅我，除了我自己。修炼者怎么都这么点血没斩杀掉？应该直接秒了。这不点血都没给他秒了。我的阴影正在造作。哇，神清气爽！感谢1688羊的飞机，谢谢，谢谢1688羊的飞机。再打一把，要不然再打一把了。主要刚好也休息了，给大家再搞一把好了。我们再开个船好吧。